差点撞到人，连个道歉都没有。我的面试，终于赶上了，希望我能一举拿下花颜新系列的推广。 您就是招聘负责人 Miki 姐吧？我是来面试网络推广主播的，今天名额已经满了。可是我一听说花颜有面试，我就赶紧下播过来了。这个是我的个人简历。网络 ID 美西西。资料我会拿回去看的，回去等通知吧。可是等。 又等，我真的不想去面试，等到什么时候？我真的很怕那个，估计又没戏了吧。但这次面试的机会很难得，错过了很可惜。反正你是6号，要不你再考虑考虑。面试，他们也是来面试的，会不会刚刚 Miki 姐负责的是初筛，里面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推广终面？稍等一下。你们也是来参加面试的吧？是啊。不知道有一件事情能不能拜托一下。什么事啊？如果作为我女朋友，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我从没想过从一段感情中获利。顾总，我喜欢你就是我喜欢你，没有过多奢求。乔，你想得到什么？ 你的人和你的心，请。6号，到。你好。 我是来面试的，这不是刚刚在路上差点开车撞了我的那个人吗？ 你来面试？我是来面试的。6号，这是什么奇怪的爱好？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条件是问我直播带货的数量要求吗？ 5万，每个月2万也可以。每个月？你确定？虽然我平时工作时长不太多，但是每个月的数量至少是10万数起的，所以每个月2万对我没有任何问题。当然，如果顾总高抬贵手，5万我也可以。好，就是你了。 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立刻让人去拟定合同，从现在开始24小时跟在我身边。所以我是被录取了，太好了太好了！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等等，您刚刚说。
24小时跟着你。我每个月付你50000的月薪，让你24小时服务，有问题吗？你难道是想要包养我？我不觉得应该用这个词。不好意思，我是来面试花阳集团的网络推广主播的，不是来给顾总您潜规则的。网络推广主播？潜规则？50000、20000，你是把我看成了来向你明码标价的？刚才不是你自己明着码开的价吗？我，您是这个公司的总裁，我不想说什么难听的话，凭什么我们来面试的女生就要受你这样的侮辱啊？侮辱？总之，我不会再和你以及你的花颜合作。老大，我精心为你布置的玫瑰花怎么样？哦，这是怎么了？老大，你打架了？哦，不，老大怎么可能打架呢？应该是不会说话，你可以不用说。还有，把玫瑰撤下去。如果不是因为奶奶，根本就没有必要搞什么最佳女友面试，也不用招这些麻烦。我觉得你不应该这么想，万一遇到你的真命天女了呢？我和奶奶的想法是一样的，要找一个人在你身边照顾你、保护你，把你的偶数癖啊、强迫症……我去见个客户，今天先到这儿。奶奶，今天下午有客户要见，可能没有办法陪您去医院了，但是我通知了梅姨，她会好好照顾您的。我就是例行体检，你不用来。但是西城啊，你知道奶奶的心事，你也年纪不小了，奶奶总盼着还能活着看到你成家，看到我的。哎，奶奶，客户来电话了，我先挂了啊。我怎么到地下车库了？我明明按的是一层啊！热死了，热死了！别动！下的那一只绑紧，说不定我明天就约你一起去走走走走，街上三个喜欢找我吃缤纷的色彩像你的眼睛。对不起，但我只想提醒你，这里有很多高清的红外摄像头，你不能就当我今天没有认识过你。今天都什么事啊？苏小姐，您母亲的手术安排在下个月，请尽快把手术费交齐。美女，您的专车司机为您服务，请上车。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这仙女出门都是需要打扮时间的嘛。哦，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刚面试怎么样？别提了，那个面试真够晦气的。没事儿，咱们手里不是还有个小合同吗？这苍蝇再小也是肉。也对。啊，我刚刚去看过妈妈了，
医生说妈妈的病拖不得了，要尽快手术，还有欠的那些医药费也要尽快补上，否则妈妈只能先出院了。没事，西西，别担心，咱们总会有办法的。自己撞上去的，你怎么还耍无赖呀？你再不起来，我报警了啊！你快来人啊！撞人了还不肯负责任啊！宝宝们快看啊，这位大姐被豪车撞的，命悬一线呢！你干嘛呀你？我直播呀，刚刚全程我都记录下来了，不能让你这种弱势群体受欺负呀！现在我就报警，把视频交给警察，说不定您还能上社会新闻呢。对，上新闻。谁就别、啊、别跑啊！别跑啊！没事啊。谢谢你啊，小姑娘。要不是有你在，我和我们家老夫人遇到这种情况还真没办法。您别客气，举手之劳。下次还是安个行车记录仪吧。哦，对对对对对，谢谢啊。先走了。多好的姑娘啊，人美心善。西城要是能找这样的女孩儿，哎呦，老太太，你还是先操心操心自己身体吧。这么多年，就想着西城啊，早点找个女朋友，成家，给我抱重孙子。今天，这是真有望了。恭喜啊，老太太，您多年的心愿啊，终于要达成喽。哎，你看看这个女孩眼熟不眼熟？哎，这不是刚才那个女孩吗？真是缘分呐、啊！嗯，这也是因祸得福啊！怎么是啊！哎呀，哎，西城回来了。奶奶，梅姨，你看看这姑娘是谁？不认识。你好好看看，这是不认识。我和他只是……我要是不让司徒盯着你，你是不是打算还瞒着奶奶呀？又是司徒这个叛徒！哎，我说你这孩子，你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存心想气奶奶呀？你是不是让我早点走了？你好，哎呀，哎，老夫人，奶奶，奶奶，奶奶，你别激动，奶奶，奶奶。老夫人，奶奶，奶奶，西城，奶奶的身体是不行了，奶奶，您别多想。医生说了，只是需要静养。奶奶年纪大了，怕是陪不了你太久了。让奶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你从小性子硬，遇事不会转弯，总是委屈自己，有事也从来不跟我说。但奶奶希望你找一个体贴、温柔的女孩子，好好成个家。即使是奶奶将来走了，也就能放心了。奶奶，您别这么说。西城，
西城，听奶奶话，真有喜欢的呀，就把他带回家来，奶奶看看，早日成家。奶奶，奶奶，没事，没事。还不滚进来！老大，您千万不要生气，我是心疼奶奶才把监控画面发给她的，要打要罚我都忍，求求千万别开除我。是吗？嗯，那这样，这个月的薪水全部上交。这个月太多了吧？那全年？这个月，我认了。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当然找到了。我看了当天面试的资料，发现他并不是六号应试者，应该是走错了面试才见到你。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名字最后一个字“西”和监控画面，我查到了，他叫贺锦西，他是当地出了名的小名媛，平时喜欢社交趴，是各大奢侈品店的高端 VIP， 平时喜欢收集名牌鞋子，哪家鞋子最风靡，就会首先出现在他的脚上。你确定这个人是他？难道不是吗？你看，西与照片一模一样啊。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哪里不一样？哎呦，就是一样的。老大，奶奶现在逼你逼得越来越紧了，好不容易找到个奶奶喜欢的，你就努努力把他拿下，这样奶奶就不用再唠叨我了。不用再唠叨你了，你也可以安心工作，奶奶可以安心养病，不是吗？啊，会不会穿？有没有培训过？对不起，走开。对不起，贺小姐，她刚来两天，手太笨了。弄疼您了吧？我来帮您看看。行了，别碰我。这些，我都要了。好的。贺小姐，你的太阳穴由于过度填充已经感染了，必须尽快做修复手术，否则很有可能造成整个面部神经的损伤，最好去国外处理。国外？费用要多少？修复重塑加后期护理，估计100多万。抱歉，贺小姐，您这张卡已经超限了，请问您还有别的卡吗？什么？小姐，您所有的卡都已经超限和冻结了，请问您可以付现金吗？我全都不要了。什么破银行？凭什么动我银行卡？不是说过了过几天还款，我也没说不还。喂，哎，贺小姐，再不还钱，下次摆在你家门口的可就不是油漆了啊！我说过了，下个月我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下个月？这个月使完的利息还没到账呢，我们还能等你下个月？我说了，我会还的，一定会还的，会还的。
已经说了我会还的，还要我怎么样？何锦熙，你是哪位？我是花园集团总裁顾西城。顾总吧，我眼睛有些过敏，顾总应该不介意吧？我们直入主题吧，我会和你签约，让你做我的合同之女友，并且和你签订花颜的线上推广。合同之女友，花颜线上推广，怎么？还有什么要求没有说吗？先糊弄过去再说。我想知道我们会合作到什么程度。我们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恋爱的关系也不会公开。如果你有什么别的要求可以提出来，我会尽量满足你。一旦违反合约，我有权终止合作。顾西城倒是可以帮我提供那笔修复的钱，我需要一笔钱。可以，具体数额写在合同上。我要配合多久？总要有个时间吧。合同上面写了，根据奶奶身体情况而定。定金我要50%。剩下的钱最后会直接打给你的，签名记得要对称。到底怎么回事？该不会这么巧是苏妍希？难道苏妍希和顾西城之前就认识？苏妍希，我们姐妹这么多年没见，竟然还这么有默契。喂啊，你怎么啦？早上医院打电话让你去干什么？医院说现在床位紧张，让我补缴欠费。如果我再交不上，妈妈就要被医院从病房转到走廊里去了。什么？这也太欺负人了！你等我过去。哎，你别过来了。现在关键是筹到钱，我先不跟你说了，我想想办法吧。好久不见，妍希。我们姐妹俩这么多年没见，有必要一见面就这样对我吗？我有事找你。贺锦熙，你的事情我管不着，这件事情对你也有好处，你不想听听吗？我不稀罕。妍希，就给我几分钟时间，不行吗？不好意思，你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吗？苏妍希，你的脸怎么会这样啊？实话告诉你，如果我再不做手术，我的脸就会感染，到时候连命都会没有的。那些催债的人又逼我逼得那么狠，我们都是妈妈的女儿，你真的忍心看着我死吗？对不起，你遇到的事情我没有办法帮你。能帮，只要你愿意。你看看这个，
现在郭西城需要一个合同制女友，只要和他合作就能得到一大笔钱，到时候我就有救了。那天见顾西城的是你吧？他把你认成我了。还好我在资料里贴的那张照片妆化的不太夸张，和你区别不大。原来昨天他真的是在挑选合同女友。这是你和顾西城之间的事情，与我无关，我拒绝。不单单是帮我，我知道妈妈需要钱做手术，只要你履行合约，我就可以给妈妈提供手术费。我知道你需要钱，我已经替你把医院欠的钱给付了。怎么样，诚意够不够？我不想骗人。什么骗人？顾西城本来就是要找一个人假装他女朋友去给他奶奶演一出戏而已。妍希，你想想妈妈，你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妈妈手术被耽误吗？啊？行，那你就等着，看等到最后是不是只能眼睁睁的送妈妈走。等一下，我答应你，但是这笔钱就当是我借你的，以后我一定会还你的。这样才对，妍希，我是为了帮你，为了妈妈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是真正的贺锦熙。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他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他，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那我需要做什么？顾西城现在应该在这里呢，快去吧。酒店？贺锦熙，你什么意思啊？放心吧，你那么机灵，可以搞定他的。手术费，好好表现，加油，你可以的。你知道了。动笔吧。等等等，我要写什么呀？姓名、家世、性格、星座、出生年月日。你查户口啊？你要这么想也可以。有什么要求你直接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你是要我写个人情况吗？我虽然和你签订了合约，但对彼此不够了解，将来我还要带你回家见我奶奶。如果被奶奶发现我们之间还是陌生人的话，那么一切都会结束。结束的意思是？我和你之间的合作，还有打到你账上所有的定金。如果他把锦熙那里的定金收回来，妈妈的移植手术就……我写，不就是个人情况吗？你想知道的我都写给你。开始吧。
没想到拿个花园的推广还要背课文。我从初中开始就没背过那么多条条框框。哎呀，双硕。顾总，所有物品使用摆放必须与双数记，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所有的东西都要是偶数？身边所有的一切都要偶数，也包括你。我？我们结婚吧。结婚？喂，我和妈妈要出国了。出国？你都没和我商量，不行，我不同意。国外的医疗条件更好。放心，我会照顾好妈妈的。你只要按照合同去做，几个月后，你就会和妈妈团聚的。你不能把妈妈带出国。喂，喂。机场，师傅能不能快一点？小姐，小姐你醒醒，小姐。小姐，你没事吧？小姐，你别害怕，我现在送你去医院。傅博雅先生，我们对这位小姐已经仔细检查过了，只是轻微的碰撞，引起过多的反应，没有伤到其他的地方。傅博雅，等她醒了就可以帮你出院手续了。放心，不会认出我来吧？谢谢你啊，医生。不用谢。哎，你醒了，贺小姐，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贺小姐，哦，我叫傅博雅，医院刚刚说要联系你的家人，所以情急之下，我就从你的包里取了身份证，擅自翻了你的东西，实在抱歉。没事儿，我还要谢谢你呢。你可别客气。哎，贺小姐，啊，你放心，这次事故呢是我的全责，我会负责到底的。所以你，苏妍希，你怎么回事？苏妍希啊，你怎么？锦溪，你刚给你打电话吓死我了，结果医院人接的，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这位是傅博雅先生。
哎，老大，那不是你的？闭嘴！哎，小心点！谢谢啊。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来了？顾总，这么巧，你们认识？傅博雅，你怎么在这儿？贺小姐的车祸是我造成的，所以在这里照顾她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女朋友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至于车祸善后，司徒，明天一早准备律师函，保证准时送达。啊，她是你女朋友？走。哎，我话还没说完呢。傅，你能不能开慢一点？我刚出了车祸，头疼。你干什么？看你有没有撞傻。你才傻了呢！我就是被撞了一下，又没撞出脑震荡。我现在清楚、清醒、清晰得很。这么有精神，很好。那现在回你家拿行李。为什么回我家？为什么拿行李啊？你不会出了车祸就忘了吧？答应奶奶的，今天晚上搬进顾家。那也太快了吧，总得给我点时间好好准备一下。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你只需要到我身边来就好。我的意思是说，你搬进顾家到我身边来，以后不许再这么晚单独出门，更不许和不清不楚的人相遇。凭什么？凭你，是我的女朋友。合同制的，好吗？这事先这么过去了，我现在陪你回家拿行李，回顾家。知道了，顾总裁。西西，奶奶，快来跟奶奶一起吃饭。好，喜欢吃包子啊，还是油条啊？来，这么丰盛啊！我刚好饿了。是该饿了。昨天晚上睡得好吗？昨晚睡得可好了，我第一次来顾家，没想到顾家的沙发都……沙发。沙发都这么有特色，我超级喜欢的。喜欢就好。以后啊，你就是家里的女主人了，这家里的一切啊，都是你和西城的。只要你们俩好好的，奶奶这心里啊就踏实了。快吃吧，来啊，好，快吃，吃吧。我是傅博雅，下午有空吗？约你见一面。不好意思，傅先生，我迟到了。没关系的，贺小姐，请坐。你别那么客气，你叫我锦溪就行了。
你说有重要的事情找我，什么事啊？这么多年没联系了，总不会是认出我了吧？是这样的，这次约你出来，还是想正式的跟你道个歉。我没事的。那我们算是朋友了？当然。那么，朋友的礼物，你就不要拒绝了。月桂之华，这个品牌来自欧洲，我是他在中华区的负责人。你手里这款呢，是我们新系列的彩妆产品，预计在下周才会全面上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谢谢，我很喜欢。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喜欢，毕竟啊，我可是做足了功课，才敢约你出来的。我知道。你也在做美妆类的带货主播，我看过你的视频，你的潜力很大，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考虑和我签约，进行新产品线上推广。从来都没有这么大的品牌方会看上我们，毕竟我们的流量数据挺一般的。其实流量都是创造出来的，你只需要一个机会。东西你现在回去试试，如果感兴趣，我们再往下谈合作，好吗？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嗯。哦，你稍微等我一下。哦。我看你的脚好像受伤了，我买了创可贴，我帮你贴上吧。啊，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谢谢啊。啊，果然，饿了什么都好吃。好热啊。奶奶，西城回来了啊！今天公司怎么样？还行。奶奶，公司的事情改天再给您汇报，我先回房间了。怎么回事？吃饭了吗？今天太忙了，会都没有来得及开。顾总，我发现你今天特别帅。你干什么？没什么呀，就是发现好热啊。是错什么东西了吗？我喝了奶奶的汤。好热。还是热，我要吐。
胡须长，你不热吗？我来帮你。不要，不要，送送送。来，我来。西城，你们晚饭吃完了吗？我进来给你们收个碗。不用了，等下我们自己送过去。啊，梅姨，锦溪小姐，你有一个快递。哦，谢谢。不用客气。快递？什么？这是客户精心设计，绝不会磨脚的水晶鞋。我想来想去，只有送给你最合适，希望你喜欢。傅博雅，什么东西啊？哎，他很有心吗？就是上次他可能看到我穿高跟鞋磨脚了，所以，哎，顾西城，你等一下，哎呀。都是给你准备的。我？那天晚上我说过，你以后所有的鞋，我都会给你们。这也太多了吧！看那一场盛大的烟火从星空划过，映入你的眼中更璀璨。哎，你干嘛？别动。你以后再也不用穿磨脚的高跟鞋，也不用再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好心情与你有关，坏天气与你有关，我的世界已经跟着你变换。白日梦与你有关，失眠也与你有关，你是谜题唯一的答案。鞋子很漂亮，但我不能收，已经原路寄回，多谢你的好意。魔力总让我心乱，也让好多时刻变得不平凡。收集点点滴滴的习惯，装进糖果罐，等到那天。线上推广合约已经走完，别忘了来公司完成。好心情与你有关，坏天气与你有关，我的世界已经跟着你变换。白日梦与你有关，失眠也与你有关，你是谜题唯一的答案。他
我明天晚上有个非常重要的德国客户的饭局，对方携夫人出席，所以我想带你去，顺便帮我做个翻译。做翻译？嗯，有问题吗？去德国的是贺锦熙，不是我。有问题？哦，我的意思是，客户带夫人出席，但我又不是你真正的夫人，这恐怕不太合适吧？不重要，你只需要做好翻译，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可是还有什么事情吗？没有。出去吧。我一直很看重德国的生物技术，这次能和利普曼先生合作，非常的开心。Is it Haber die deutsche Chemische Dichert diesmal mit hier Liebmann zusammen durch Tamen O'Kana? Herr Gu, Sie sind ein hervorragender Geschäftsmann. Liebmann 先生夸你呢，生意上寸土不让。您过奖了，这是我的原则。不知道这里的菜合不合您口味，我们边吃边聊。She's make me deficient chair dinner, this by listen plate. Ja, es ist gut. Ich mag es. Mein chinesischer Partner wird bald hier sein. Er ist schon lange im China-Geschäft, sehr erfolgreich und erfahren. Wir werden zusammenarbeiten. Li Puman 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的市场，所以呢，请了一个很多年的朋友来当顾问。利普曼先生的朋友应该也是业内精英了。来，如果你饿的话，可以少吃一点，但别忘记了自己的工作。顾总，这是你最喜欢的 Table Song， 来。Herr Gu ist gerne scharf. Ja.东西掉了。什么？你看错了。Was ist los？ 嗯，肯定。嗯哼。Frau He， alles in Ordnung？ 抱歉各位，我来晚了。Fu， da bist du ja。Lange nicht gesehen, Alipuman. Komm in die Kina. Ich werde dich besuchen. 原来利普曼先生口中的顾问是你啊，顾总，锦熙。我们又见面了。冷了吧？哎，没关系，我不用的。你不用跟我客气的。
我是觉得我们普通朋友之间不必这样。我刚捡到一个东西，这应该是你的吧？这是我听音乐用的。利普曼告诉我，你在德国留过学，但其实你根本就不会德语。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你来之前，翻译工作都是我做的，是利普曼先生不满意吗？还是你是觉得我听不懂你说德语吗？对不起，傅先生，我还有事，先走了。我刚刚是再晚来一步，你不会德语的事情，就在所有人面前暴露了。苏妍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听懂了，别避开我，妍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和顾西城在一起，但是那晚在医院，我就已经听到你的朋友叫你真实的名字了。后来我们在海边，你的反应也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你就是苏妍希。你竟然早就认出我了。是。我之所以忍着不说，就是希望找个机会单独地问问你，你为什么会变成贺锦熙？又为什么会和顾西城在一起？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你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真的是他女朋友吗？还是你们已经……我其实……坐，胡江。哎，顾西城。我还有话没和傅先生说完呢。我的话还要说第二遍吗？抱歉，顾总，您的这个态度恐怕不能带走他。再说一次，他是我的好朋友，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强行带走他，甚至让他陷入危险的境地。你和他是朋友？当然。她不是我的女朋友，她是我的未婚妻，所以我带我自己的女人回家，根本用不着你管。我们明天见一面吧。谢谢，但是这个衣服我不能收。为什么？我听杨老板说你很着急啊。这也不是什么名贵的衣服，你还是收下吧。嗯，傅先生，我们上次在餐厅被顾西城打断了，今天正好在这里，我有几句话想认真的跟你说一下。好，你说。我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我的秘密的，但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我和贺锦熙其实是双胞胎。双胞胎？
只是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们被迫分开抚养长大。难怪。所以我真的不是有意欺骗你，只不过我有自己不得已的苦衷，要留在顾西城身边。所以其实顾西城并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他才说你是他的女朋友。他不知道。顾西城那个人，虽然我往来的不多，但是以我对他在商界的了解，他要是知道你在骗他，他一定不会原谅你的，甚至可能会有危险。西西，你这样做实在是太冒险了，你还是尽早离他远点吧。所以我才想拜托你替我保守这个秘密，能在我平安退出之前，不要让顾西城知道，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拜托。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西西，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苦衷让你冒这么大的风险，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分开了这么多年还能再遇到，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我一定会一直站在你身边陪着你的，以后你无论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要及时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的，好吗？谢谢。谁的快递啊？要不要帮忙拆一下？好像是我的，我看看。我的。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大？哎，没什么，一些私人物品。顾总，你那么忙就别管了，我先回房间了。陆大小姐，你和我视频能不能专心一点啊？哎呀，我这不是替我们直播做准备呢吗？天天不精进化妆技术，我们是会落后的。你想说什么就说嘛，我听着。能不能关心我一点啊？哎呀，不错不错，气色挺好的。你这有顾西城关心着你，还用得着我吗？陆安安，有劲。啊，苏妍希小朋友，你好像上新闻喽。交通规则人人遵守，交通安全人人都有。马路就像老虎口，不留神就没活口。善待生命，遵章守法，路路畅通，从我做起。你看，这就是你妈。这是城际交警的账号，还有解说呢。怎么开车的？原来那天他是为了替我挡开左侧的车子。如果没有他，我那天一定会出事的。可我还一直在怪他没有向我道歉。哎，西西，你在听吗？这司徒这家伙又来语音了。
丹，我老板娘真的不来了吗？今天可是全场带女伴，等下还有跳舞环节，老板就只剩下孤家寡人一个了。虽然她要拉我田树，但是我真的不想和她跳舞啊。你能不能劝劝你闺蜜，让她克服困难来一下，也算是不辜负了我老板花五位数给她高定的国风礼服啊。等会儿，这个礼服是顾西城帮我订的，不是安安你帮我买的吗？哇塞，我隔着屏幕都能看出来这个是手工高定啊，我哪有这个人脉这个钱订得到这种品质的礼服啊，这肯定是顾西城给你订的呀。谁的快递啊？要不要帮忙拆一下？是安安送的慈善晚宴的礼服。这件衣服质感还不错，说明挑选的人是用了心的。你没有其他礼服可以用，不如就收下呗。你怎么那么了解啊？好像跟你买的一样。收下就行了，费这么多话干嘛？啊，我要去会场。